里面老人也老了嘛，然后我想去那边找一点那个山货，你能不能等一下方便，能不能带我去一下呀？意思你现在要去那边啦？啊，那个山了嘛，哥，我跟你说了嘛，离我们这里嘛也就是8-9公里。8-9公里，不是算远了嘛？啊，但是呢嘛，现在嘛几点钟了？现在都下午了嘛，哥。对，快5点了。现在嘛不要去了，因为那边了嘛，你要是还是嘛那个路了嘛，它不好走了嘛，都是山了，然后嘛那个石头大石头有时候会掉下来的。哇，那么严重。对，你现在嘛不要去，要去嘛就明天。明天去。天是的嘛，明天你休息一天嘛，明天早上早早的嘛。你要去吗？明天我也没什么事了嘛，我可以陪你去了。啊，这个小阿妹太好了，她说明天陪我去。我可以可以，那我就听人劝，吃饱饭好不好？我就听你的劝。那这样子，那我今天也去不了的话，我就在这里跟你聊聊天，行不行啊？可以了吗？可以哈。嗯，行的行的，这个小阿妹太好了啊！各位哥姐们，福袋还有20秒开奖了哈，各位姐们都去参与一下啊，都去参与一下。阿妹呀，你看我。我呢，我虽然说之前来过云南这边哈，但是呢，我对云南这边的风俗习惯呢，还是有点不太了解。你看，刚好我也去不了那个小窝山了，就是我刚好也就是我在直播的嘛，我也就是带我直播间的家人朋友们呢，就是说，也了解一下你们这边的风俗人情，行不行啊？可以了吗？你想了解哪样吗？可以了解哪一样？啊，那个我是听我的朋友说你们这个云南呐，说你们这边就是，就比如说哈，要找上门女婿，你们都是喜欢上门女婿？没有的嘛，啊，是女婿嘛？啊？哪样是女婿嘛？什么是女婿？哦，不是，各位哥姐们，那个我有点不太怎么跟他解释呢？各位哥姐们。上门女婿，我们那边就是这样说的呀，各位哥姐们，对不对？那你们那边是怎么说的呀？这个哦，就是那个倒插门儿。倒插门。嗯。你们那边门都是倒的插的，你们那边装门是要倒的放了的，意思？没有啊。没有见过了嘛？那种我们嘛都是正的放了嘛，我家就在上面一点嘛。啊，我去看一下嘛。这个小妹太可爱了，太可爱了，她理解我的那个理解错了哈。福袋的话又给大家发了哈，人人2000的福袋，还有8分钟开奖，都去参与一下啊。是这样子的，妹妹，是，哎，我直播间的家人们都说出来是那个老公，知道吗？老乖的啊，我们这边嘛叫老乖嘛，你说的那个吗？老乖，老乖啊，对啊，因为我们就是老人常说了嘛，嘎，叫老乖嘛，就越叫越乖了嘛，越叫越乖，是嘛，就更听老婆的话了嘛。哎呦我的天哪，原来你们这边就是叫老乖，就是老公的意思啊？是的嘛。哦，这样子的，我们那边是叫那个倒插门，要么就是吃软饭。吃软饭。软饭嘛，我们不爱吃嘛，我们喜欢吃糯米饭嘛。吃糯米饭，就是你们的那个意思啊，各位哥姐们，你们知道了吗？知道的打个知道哈。你们下一次来的话就知道了。上门老乖，老乖就是上门老公的意思啊，各位哥姐们，你们都打在公屏上，加深一下自己的记忆哈。主播，你这个福袋我不会领哈，福袋的话是在这里哈，点这里的加号加入粉丝团就可以直接参与成功了哈。你们打在公屏上就可以直接活跃你们的账号了，知不知道？各位哥姐们，账号的话它是要活跃的，知道吗？你给，就比如说你在我这里屏幕上打了打了字的话，你的账号的话就会活跃，知道吗？你要抢我的这个福袋的话，你就会更抢得多，就会更有机会啊，各位哥姐们。这样子的啊，那我就是还有一个意思哈，就是那你看我找了这个，我跟你聊了那么久哈，那你老乖会不会出来骂我呀？老乖呢？啊？我还没有老乖呢。还没有老乖？哦，还没有老乖呢嘛。不是吧？你长得那么漂亮，你没有老乖吗？哦，你是不知道哦，我跟你说啊，我们这边啊，就是男娃娃少的啊。男娃娃少？像我们是年纪大了，也是找不到老乖啊。不是吧？你长得那么漂亮。
哇，那你找不到原因的是什么点呢？就是我们家了嘛，有四个阿姐了嘛，嘎。四个阿姐。隔壁家嘛有六个啊。有六个阿姐呢。六个阿姐嘛，是嘛？然后嘛，我们村嘛就是那个女孩子会多一点，嘎。女孩子会多一些。女孩子多，然后嘛还没有老公的女孩子嘛多，然后嘛男孩子嘛就是少一点，嘎。啊。然后还没有结婚的那种男孩子嘛，就是只有四五个了，十个都没有。十个都没有啊？是了嘛。我的天哪，这个比例也太差距也太大了吧，这个比例差的也太多了吧。是吗？那没办法嘛。哎呦，所以嘛我就是想要找一个能来我家的这种老乖嘛。啊，你还想找一个这里的老乖，上门的老乖。是吗？哎呦我天。你那边你是外面的吗？有没有那种老乖想要来我们这边吗？这个我不知道。那直播间的家人朋友们，你们有没有想要做上门老乖的呀？有的打个一好不好？那个这个小阿妹的话，她是就是说，她想要找一个上门老乖，上门老乖，有是吧？你看有的全屏打个有哈，嗯。那你是想找一个什么样的老乖呢？阿妹，我就是我的理想型嘛，肯定是想要找一个那种年纪大一点的嘛，嘎。就是、年纪大一点的。是的嘛，就是比我大一点了嘛。啊、哦。比我大个十岁左右啊，这种嘛就是我的理想型了嘛。然后嘛，最好嘛是要那个力气大一点嘛。力气大一点。啊、嗯。不是，你想找一个力气大一点，然后年纪大一点是干什么的了？年纪大一点嘛，我们这边就是有老人说了嘛，嘎，年纪大的嘛，他就那个。更懂事一点，更懂事啊。然后嘛，那个力气大一点嘛，你可以帮我们家干活嘛。嗯。我们家那个要种地呀、啊，还有我们家要挑浇水嘛，嘎。啊。我们那个晚上还要去那个山上割胶呢。还要去山上割胶。哦，那个要挑浇水下山嘛，然后去镇里面换点那个嘛。还要去镇上换那个。哦，这样子的，不是。就是你的意思就是想找一个年纪大一点的，然后的话会干活的。是的吗？哦，你是想要让他回来然后跟你家干活呀。是的吗？是的吗？就是这种意思。不是阿妹啊，我不是说你们这个地方不太好啊，因为我刚刚上山哈，上山来到这里的话，我跟你讲，哇，那个路啊又很难走，然后不是哪个阿哥愿意过来呀。有的嘛。有吗？是有人来的嘛。不会吧？有的嘛，我家大姐嘛也是才刚找到的一个了嘛，嘎。你大姐是刚找到一个？是吗？前两天嘛才刚那个举办婚礼，你来晚了，你没有赶上了嘛。啊、那你大姐是找了哪里的呀？听他们说嘛，就是吉林的了，嘎。听他们说是吉林的。嗯。哦，各位哥姐们，你们知不知道吉林在什么地方啊？知道打个知道哈。吉林的话，你知道在哪里吗，阿妹？我不知道啊，我没有。你没有去过、嗯、吉林的话它是在东北方知道吗、哦、那肯定是远的。对，很远。那你的意思就是说，如果说你们这边找上门老乖的话，也没有什么地域性的要求？没有嘛，两个人喜欢嘛就可以嘛，他愿意来我们这边嘛，我们当然是很开心，然后我们也会给他一点的嘛。哦，就比如说是上海的呀，广东的呀，然后湖南的呀，然后哪里的都可以来，对吧？可以吗？哦，都可以来。哎呦我的天哪，都可以来的，各位哥姐们，只要是愿意来的都是可以的哈，各位哥姐们都是可以过来的。那你们找这个上门老乖的话，是需要些什么条件呢？用什么嘛，就你来就可以了嘛。哦，就是他人来就行了，对吧？你喜欢我，我喜欢你们，你愿意来吗？我们肯定就欢迎嘛。也是可以的啊。哎呦天哪，那你们要是找上门老乖，你刚刚说你还要给他一点东西啊，那给些什么呀？就是给一点那个嘛。啊，还要给这个啊？我们肯定要给他的嘛。哇，那你们这不是，我只听说过男的就是老乖给老婆的，没有听过老婆还要给老乖的呀。那你们这边是要给多少呀？就是五个六个手指头嘛。五个六个手指头啊？五个钱哦，五个钱六个钱这种啊？五个钱六个钱？哦，哎呦我天，那也挺多的呀，各位哥姐们，你们觉得多还是不多？多的打个多啊，不多的打个不多。嗯，
身体要板扎的，你看这个人不再打扰他，还说身体是不是还要找一个板扎一点的啊？是的吗？知道板扎吗？那个我直播间的人打出来了，他说身体要那个要板扎一点的呢。是的吗？我们云南话都是讲板扎嘛。要讲板扎是吧？嗯。哎呦，我来云南都学了很多你们这边云南的话了，你们而且你们这边说话的话还要带个拖尾是吧？哦，我们喜欢说嘎嘛。嘎，哦，那我也学会了嘎。是的吗？就是、各位哥姐们，各位哥哥姐们，你们觉得云南话好不好听呢？好听的打个好听啊，各位哥姐们。有那个福袋的话，还有一分钟就开奖了哈，都去参与一下，没有任何门槛的，直接就可以参与成功了哈。啊，那就是给除了给他这个的话，那还要给点啥呢？就是我们首先是要他要来我们这里要来三年嘎。要来三年，是吗？他要来我们这边来三年嘛，我们也是要考验一下他们的。三年以后嘛，我们就可以结婚嘛。然后嘛，我们就可以给他一点那个嘛。不是，我阿妹呀。嗯。你看他要来干三年活，那万一三年以后你说，哎，我们两个不合适，你说你让他回去了，那他多吃亏呀。不吃亏嘛，我们会给的嘛。我们要给他地呀、田啊，我们还有那个浇树嘛，山上的浇树也会给的嘛。哦，就是会给他田，给他地，还有给他水果地，是这个意思不？是的嘛。嗯，然后的话，你的意思就是给他田，给他地，让他自己去种去。哦。然后他自己去收去。对呢，对呢。然后的话，就是他挣到的这个收入呢，就是归他自己所有。是的嘛。哦，这样子那还是不错的嘛，这个条件啊，是很好的嘛。啊，这不错不错呢，不错不错啊，你们觉得可不可以啊？可以的，可以哈、啊。就是除了这，各位哥姐们哈，除了给田给地，然后还得给这个的哈，还要给五个手指头呢哈。我觉得还是条件还是不错的啊，还是不错的。那阿妹呀、啊，你看哈，那你们这边，就是女孩子比较多，男孩子比较少嘛。那你们这边的女孩子能不能外嫁呀？可以的嘛，也是可以的嘛。也是可以。那你们这边外嫁的话是需要些什么条件呢？我们这边的啊，你想要娶我们这边的小姑娘嘛，也是要给一点的嘛，啊，要给。哦，给点了嘛。要给些什么呢？给点这个嘛，也是一样的嘛。也是一样的。啊、嗯，那这个要给多少呀？这个嘛，就给一个两个，不会超过两个嘛？不会超过两个，哦、是两个千吗？还是两个 W 啊？两个万嘛。两个万，哦、哎妈，你们外嫁一个小姑娘，只需要一个到两个万呐？肯定不止嘛，哥。啊，还要牛啊、猪啊这些嘛。啊，还要猪，还要牛。哦、牛拿来干嘛呀？牛嘛，可以拿回来嘛，我们要耕地嘛。哦，牛是拿回来耕地、啊哦哦、那猪呢？猪嘛，它可以下崽嘛，我们去镇里面可以换点这个嘛。哦，那还是蛮会打算的哈。你们觉得一个到两个 W， 你们觉得多不多呀？就是外嫁，就是讨老婆，我觉得是比较便宜，比较少的。你们觉得少不少？少的给我打个少。妹妹，我跟你说哈，我们广州那边哈，正常普通家庭哈，都要十个 W 起。哪个给哪个啊？这种多，男的要给女的呀，外嫁嘛。给这种多啊？十个啊？是啊。万了嘛？对呀。搞这种多不是噶？哪里来这种多钱？而且这辈子没有看过噶。哥，这个妹妹太可爱了。我还跟你说啊，我跟你分享一下哈，我们那边要讨老婆啊，除了给这个十个 W 哈，十个 W 已经是最少的了，知道吗？最少的。对，有的还要给20个、30个呢。哪里来这种多啊？因为我们那边的人都挺会做生意的，我们那边都是正常普遍就是这样。然后的话，除了要这个十个 W， 还要给房给车呢，还要买车买房呢。给这种多东西啊？我们这边的房子嘛不需要买嘛，嘎啊，我们就一住一起了嘛，嘎住一起。我们家都有两楼嘛。两楼？不是，我听他们说哈，我听他们说你们这边，都是睡大通铺，那咋睡呢？就一起睡嘛，就。一起睡呀、啊不是各位哥姐们拿个帘子就是拉起来嘛，帘子拉起来、就是
一个么帘子拉起来嘛，就这样睡了嘛。哎呦我的天哪，各位哥姐们，你们知不知道大通铺啊？知道的打个666哈。不知道的打不知道哈，福袋的话在左上方，没有任何门槛的，直接就可以参与成功的哈，点点这个福袋就可以直接参与成功了哈。哎呦我的天，就是一家人全部在一起休息，也不算一起嘛，我们拿个帘子拉的不是嘎、帘子拉着，然后我们拿帘子拉的嘛，就是这里嘛是我睡，这边嘛就是我二姐睡嘛，就拿个帘子拉起来嘛。那晚上如果说点什么悄悄话呀，那也不隔音呢、不要隔音嘛，啊，家人们有什么话就直接说嘛，直接说、那就比如说你大姐跟大姐夫这样子啊，晚上要就是要说点悄悄话呀，要做点小游戏啊，那不是可清楚了，那不太好吧？你们说是不是 啊各位哥姐们？啊？年纪大了吗？不做游戏了吗？那你还要做游戏，不是小娃娃吗？哎呦我的天哪，各位哥姐们，这个阿妹她还有点没有听懂我的意思哈，还是没有听懂我的意思。主播福袋哈，福袋的话是在这里哈，在这里没有任何门槛的，直接就可以参与成功的哈。你太单纯了是不是啊，小阿妹太单纯了对不对？对打对哈。哎呀那我就不接着问了，问了有点害羞了哈，有点害羞了。啊，这里是哪里主播？这里的话是云南西双版纳一个边界啊，就是说它是六国交界处的一个地方。这个地方呢，它有很多很多少数民族。妹妹啊，我刚刚还忘记问你，像你穿的这个裙子哈，穿的那么漂亮，你是什么民族呀？我们就是傣族嘛，我们本地的傣族嘛。傣族啊，那你们这边西双版纳还有一些什么民族呢？多了，我们这边嘛，少数民族最多的一个喽，就是你在那个街上看到吗？黑一点的嘛，嘎，那种嘛就是哈尼族啊，金牛族嘛多一点，他们是住在山上嘛，嘎，我们嘛就是住在那个澜沧江边啊，就是山下面嘛，就是可能就没他们肤色那么深嘛。哦，这样子的，所以说傣族的话就是这个少数民族里面最漂亮的是吧？嘿，你要这么说嘛，也是可以的嘛。啊，因为你刚刚说嘛，我确实看到有一个就是那个皮肤特别就是有点黑。那个就是哈尼族。基本上嘛就是那种嘛。这样子的啊。真的吗？这样子的啊。阿姐，你结婚了吗？我还没有呢。你还不结婚的？我还没结呢，因为我们那边结婚的都晚。结的晚嘎？啊，我们那边结的晚。我已经嘛是我们村里面的老一点的了，没有结婚的。不会吧，我看你太小了呀，你多大了今年？我24了。你24了？看着才像18一样的。怎么会嘛？哇，你们这边说嘎，你们这边保养的太好了嘛，你们这边。哎呀还好嘛，就你可是在夸我。我夸的嘛，这是我在夸你的嘛，妹妹。那你们这边你们这边普遍都多大结婚呢？18、19岁嘛，差不多喽，家里面就催得紧喽。18、19就结啦？你要是有心仪的阿哥们嘎，18、19岁嘛，就基本上嘛已经结婚生孩子了。我的天哪，你们这边结得太早了。那你现在还没结，就是因为现在这边的阿哥有点太少了。是的嘛。那你看我也是做这个旅游主播，我认识的人多，你要不要？你想不想让我给你介绍一个？可以的嘛，可以啊。你要给我介绍一个嘎？我那里倒是确实有个合适的。各位哥姐们，你们想不想要这个那个小妹妹的这个做她的那个老乖呀？想的打个响啊。阿姐这样了吗？一个嘛可能是有点不够了嘛。为什么呢？这个我们家有四个嘛。你家有四个姐妹？4、2、2。哇，那么多啊。你说说听呢。我家大姐嘛嘎。啊，前两天嘛刚结婚。啊，然后嘛她找的那个嘛就是来我家的那种嘛嘎。来我家上门的老乖了嘛。啊，然后嘛还有我还有个二姐呢。你还有个二姐？二姐也是没有那个老乖了嘛。啊，阿哥了嘛嘎。啊，她嘛就是长得比我好看多了嘎。二姐还比你长得还漂亮啊。二
姐嘛，她就是是我们村公认的那个村花了嘛，嘎。哇。然后嘛，她就是在景点里面跳舞的，很好看的，嘎。会跳舞啊？跳孔雀舞的嘛，嘎。哇，我的天哪！各位哥姐们，我觉得这个小阿妹就已经很漂亮了。她说她还有个二姐，还漂亮，而且呢还会跳孔雀舞。你们想不想看看这个二姐呀？想看的打个想看哈、阿妹呀。那二姐现在在哪儿呢？二姐还没有那个下班嘛，嘎？还没有下班。在景点跳舞，要等一下六七点钟那个吃完饭嘛才会回来，嘎。嗯。然后我家还有小妹妹，小妹妹还小嘛，在读书嘛，嘎。啊、就是主要嘛，就是我跟我二姐嘛，所以你说要介绍嘛，才介绍一个嘛，可能是有点不够。哦，这样子的，要介绍两个啊？哎呦我的天，行，那这个事情呢，我就帮你记到心上哈，那个。如果说我们直播间的家人们喜欢这个小阿妹的呢，你们就打在公屏上哈，那个我就待会儿呢，我让这个小阿妹呢看看你们的那个照片干啥的，然后的话再给你们一个联系方式就行了哈。福袋的话还有40秒就开奖了，各位哥姐们都去参与一下，都去参与一下。你真的给我介绍个阿姐？我肯定给你介绍。我跟你说，我还有个大哥。我跟你说，你家里面的大哥嘎，算是堂哥吧。我大哥的话，他是做外贸的，你知道吗？外贸你知道是什么意思？外贸的话，他就是，进出口贸易，他做生意做得很厉害，做很厉害。他呢，今年的话，他因为之前的话，他就一直忙着生意嘛，然后他到现在他都快40多了，他还没有找到。你介不介意啊？这40多？哦，刚好嘛，40嘛也是差不多嘛。40也差不多啊。嗯。啊、哦，而且他身体的话也是板扎呢。板扎那个。嗯，然后长得也高，然后也很壮的，很壮的。那你喜不喜欢这样子的呀？我是喜欢嘛。那问题是他愿不愿意来我们这边嘛？那肯定他可能有点不太愿意。我的意思就是说，如果说你们两个看对眼了哈，你们就可以去，我就可以把你带到那个广东去，知道吗？去带你去过好日子去，你知道吗？因为我这个大哥的话，他是现在做那个做生意做得很厉害，现在在广州呢也3套房呢。3套房。住得完嘎？一个人住3套房。他浪费嘛，有一点不浪费嘛。我们那边的话就是有这个米儿了之后呢，他就是买房，知道吗？就买房，就一直买。然后的话他有小汽车呢，小汽车4轮那种啊。那种嘛，来我们这里嘛上不了山啊。上不了山？那你们这边都是用什么那个代步啊？2轮的挂档摩托嘛。2轮的挂档摩托、要有档嘎，就是没有档嘛，那个山上不去了嘛。哎呦，各位哥姐们，你们知不知道挂档的摩托呀？知道的打个知道，不知道的打个不知道。嗯，对，就是蛮优秀的。然后，他呢也是一直让我给他介绍，我刚好今天遇到你了。你看你也是挺好的，你看长得又漂亮。然后又朴实又会干活，是这种了吗？阿姐啊，就是我家嘛，就是地嘛会多一点，田也多一点，然后嘛那个还有浇树了嘛，然后现在嘛家里面干活的嘛只有我跟我大姐了嘛，我大姐嘛现在嘛也是在另外一个山头干了嘛，然后嘛我家这些嘛就只能靠我来就是搞了嘛。靠你呀、就是如果我不干这些活嘛就没有人干了嘛，嘎。哦，你的意思是还是想找一个上门的阿哥回来？是的嘛，是的嘛。哦，这样子那我就不说了嘛。那但是我家二姐嘛，她就因为在景点嘛她见的多一点嘛，嘎。然后嘛她就喜欢嘛，她就想要出去嘛。想要出去找一个。她还是想出去的嘛。你可以给我二姐找一个那种外面的嘛，嘎。然后嘛我嘛就是如果有嘛你就可以给我找一个那个可以来我们这里的嘛。我的直播间的各位哥哥姐们都是说让你走出大山，让你去出去过好日子去，知道吗？走出去哪里嘛？走出去大山嘛，你们这里都是大山嘛。我出去了呀，我们出去镇上了嘛。出去镇上了，这个小阿妹也真的是太可爱了，又实诚哈。这个山里面的孩子呢，就是说比较实诚哈，比较实诚，确实是的。嗯，那你们这边外嫁
除了刚刚就是哦，刚刚还没有问完呢，就是你们这个外嫁哈，除了给牛啊给猪，那还给啥呀？就是家里面的这些鸡鸭鸭的肯定要给嘛，我们要搞十全十美的嘛。要搞十全十美？十全十美是什么呀？各位哥姐们你们知道吗？知道打个知道，不知道打个666啊。结婚嘛，我们肯定是要那个喜庆嘛，是吗？就是我们要那个男的嘛要带个大红花嘛，然后我们要赶了十只鸡呀、十只鸭，就是来到我们家门口，然后你才能带我们那个姐姐走嘛。哦，那也太热闹了，太热闹了。是的嘛，前两天嘛我大姐结婚嘛，你没有来，我也没有斗着干。各位哥姐们，你们那边是这样接亲的吗？是的，打个是，不是打，不是，妹妹，我们那边结婚啊，我们是有车队的。我们车队啊？就是小汽车嘛，全部都是好的小汽车，然后的话还要找录像的、照相的，然后的话还要有记者，然后的话还要拍婚纱呢。你们这边没有吗？我们不拍嘛，我们就是婚纱嘛，我们也穿嘛，结婚的时候穿一次那个格子啊，我们也穿嘛，我们穿傣装嘛。你们穿傣装？这样子的，我的天。那你们穿的是什么颜色啊？我们嘛一般是穿红色嘛的。红色啊？穿大红色那种嘛的。这个样子的。那你看哈，你平时，都在家干活。那你这个零花钱是要找阿姐要呢，还是找阿爸阿妈要啊？不要嘛，咋个会跟人家要嘛，自己那个嘛，我会去那个摘那个果嘛。摘一些什么呀？摘那个弥多罗啊、泡果啊这些嘛，摘嘛，然后去镇上换点嘛，嘎，就换点这个，然后嘛，我们还会那个嘛，去山上割胶嘛，那个胶水，那个。挖在桶里面了嘛，给背下来，背下来嘛，我们也是可以做这个。太能干了，这阿妹。那你们一个月那收入多少呢，阿妹？收入好的时候嘛，就是天气好的时候嘎，那个浇水出的多了嘛，浇水出的多嘛，一个月嘛也是有一个千的嘛。一个千呐？哎呦我的天呐，一个千，不是各位哥姐们，你们觉得一个千多吗？多的打个多，不多的打不多，不是一个千能够干啥呀，阿妹呀、啊？一个千啊，可以干的事情多喽。我还存一点了嘛，我每个月还要存一点，然后还要存起来。我要找阿哥嘛。哎呦我天，那你太励志了。那我希望你早日找到这个心仪的阿哥，好不好？好的嘛。我的天哪！太励志了哈。然后的话，这个阿妹。确实挺勤快，你看一直在切菜。那我等一下能不能在你家吃饭呢？你看也快五点了。可以了嘛，等一下我这里快要切完了嘛。我切完这个嘛，我就带你去我家嘛，去我家坐坐嘛。行的行的。去我家喝点水，然后等一下我杀一只鸡呀嘛。哇，不用那么客气嘛，这个小美太客气了，这小美。我家鸡嘛多啊。你家鸡多呀？鸡呀呀，这些么多货。哎呦我的天哪！哈哈，你们觉得这个小阿妹热不热情？热情，打个热情哈。哎呦我的天哪，热情呀，是不是啊？都挺热情的，对不对？我也觉得挺热情的啊。感谢你们的关注哈。那个福袋的话在这里哈，3分钟开奖了，没有任何门槛的，直接就可以参与成功的哈，点这里的福袋就可以参与成功了啊。有条件的你们去加一个粉丝灯牌，你们这样子的话，你们的信息呢我就会第一时间能看到了啊，第一时间能看到了。这个小阿妹太漂亮了是吧？你们觉得这个小阿妹太漂亮了吗？漂亮打漂亮哈。我也觉得挺漂亮的，我说要给她介绍我大哥啊，他说他是想找个上门老乖，你们有愿意那个来这里当上门老乖的吗？有的话打个有哈。阿妹呀、那你们这边，我这边就是跟我们那边确实是有点太不一样了，那你说说看你们这边还有一些什么特色文化呀？我们这边开门节关门节嘛，你们过不过嘛？开门节关门节要把门打开然后又关上吗？不是嘛，这是我们傣族的一个节日嘛，嘎。把
是傣族的一个节日啊、那是什么意思啊？开门节嘛，就可以结婚了嘛，嘎。啊，开门节就可以结婚。开门节才可以结婚，上新房这种嘎。啊。如果我们到了关门节嘛，嘎，你就不准谈婚论嫁了，嘎。是这样子的。我们就不能谈婚论嫁，也不男的女的就不能睡在一起。哦，这样子的。哦。哦，那你们这边还是民族特色文化这个东西真的是说不准呢、是的嘛，然后呢我们云南这边嘛，好玩的东西多、太多了。可以的，四十多是可以的。这个妹妹她喜欢年纪大一点的，她刚刚说了，哎，我直播间有一个，她说四十多了可以吗？我说可以，是不是可以？可以来这边玩玩看看嘛。可以的，可以的。哎呦，这个直播间的家人们也是比较可爱啊，也是比较可爱。这样吗，阿姐？啊，这边吗？切好了，嘎。你切了是大好大一盆啊！你切的确实是好大一盆。是的嘛。你现在不忙吗？去我家喝一点水，嘎。去你家喝水啊？天气太热了，我们这边嘛，嘎。走吧，去我家。那方便吗？去你家？可以的嘛，没事嘛，我家现在都没有人嘛。去没？我一个人在嘛。只有一个人在呀。他们都出去干活了嘛。哦，行嘛，那我是什么都没带来，这样不太好吧？去你们那里。你要的哪样嘛？就是我们那边去串门呀，干嘛的都要带点礼物的。不用带的嘛，不用带的嘛。中国文化的话，博大精深是不能忘的。就是说，你们这边有没有超市啊？我去买点东西，拿过来给你，你回家等等我。我们这里没有这种东西哦。没有超市啊？哎，我天，那你们这边有啥呢？你们觉得是不是我要？买一点的话，是不是要买一点东西去？不然的话不太好吧，对不对？对的，打个对啊。走吗，阿姐？啊？走吗？我是想着说去买点东西，然后去你家。不用吗？要买哪样嘛？我家什么都有哦。哎呦我的天，各位哥姐们，你们说我还去不去啊？去打去哈，不去打不去。都说去呀、那我去了多不好意思啊。感谢你们的关注哈，感谢你们关注。哦，那我们就去一下，去看一下啊。哎，不是，这个是什么东西啊，妹妹？这是你家的卫生间吗？啊，这个啊，玫瑰花插的吗？怎么会是卫生间嘛？这个就是我家大姐前两天结婚用的那个嘛。啊，不是，这前两天用的，这是婚房吗？你的意思是啊？是的嘛。哇，天哪，你亲自弄的？挺漂亮，我还以为是这个被单在这里晒着呢。咋个可能嘛，这个里面是不能进去人的，嘎。不能进去。是的嘛，就是你可以在外面看一下了嘛，嘎。是我们自己搭起来的嘛。哎呦我的天哪，福袋的话又给大家发了，人人2000的福袋在这里哈，没有任何门槛的，直接就可以参与成功的哈，家人们都去参与一下。我家嘛就在上面这里一点了嘛，嘎。行嘛，走嘛那。都说去啊。对，挺热情的，我也觉得。可以。哦，太热情了，这边的孩子，这边的那个，太热情了，我觉得。所以说，我就很喜欢来云南这边，我真的觉得云南这边真的蛮好的。我每一年想着以后还是有计划，每一年还是要来的。这个阿妹家种了好多好多，这是什么东西啊？各位哥姐们，你们有没有看出来？这是莲藕吗？还是什么啊？你们有知道的吗？知道的打个知道哈。还有好多山。这里吗？就是我家了嘛，嘎。啊，这里就是你家。我家有两层呢。哇，你家还是大别野呢。这里的嘛。哇，你家太豪华了啊。过来嘛。你们有没有见过这样的房子啊？见过的打个见过哈。芋头啊，刚刚那个是啊。哦，芋头。就是这个了嘛，嘎。我跟你说一下。我们家傣族嘛，就是不能上二楼了嘛，嘎。不能上二楼。外面的人不能上去了嘛，嘎。但是嘛，你可以在楼下坐了嘛，是没有关系了嘛，嘎。在楼下坐没有关系。因为楼上嘛都是我们自己家人住的那种。不能上去了嘛，所以说外人是不能上去的。行，那我就在楼下坐一坐吧，没事的。走嘛。没事的。
哇，这个是什么东西啊？前面这个。哪个这个的？哇，这个好大哟！这两个是什么东西啊？弥多罗嘛，这个吗？弥多罗。哦。哎呦我的天呀！弥多罗是什么？这不是，哎，这个是我们那边的，什么？弥，菠萝蜜嘛，对不对，各位哥姐们？这是菠萝蜜吧？弥多罗嘛，我们叫它弥多罗嘛。弥多罗啊。这个嘛，才是我早上去树上摘下来的嘛。这个是等一下你要背下山去换钱吗？哦，等一下，今天嘛晚掉了嘛，明天嘛噶、啊。明天去啊？明天拿那个摩托背的嘛、哦，就骑摩托去了嘛。哦，行的行的，太能干了，还会骑摩托啊？哦。哦，太厉害了，太厉害了。来嘛，阿姐。嗯。这个小阿妹太热情了，各位哥姐们，真的太热情了。哦，我们参观一下她家里面啊。哎呦，这个房子还蛮好，就是南北通透的，那边也有风，然后的话这边也是有风的哈，南北通透啊。来，阿姐，我跟你说一下刚刚。哎。这个吗？就是我刚跟你说的那个胶树吗？哪个啊？那个啊。这个吗？就是我们割胶的那个胶树了吗？就是这个，这个就是刚刚说你说要分给他胶树的那个，就是这棵树是吧？这个树是什么树啊？橡胶树嘛，就是橡胶树。哦，它会出胶了嘛？啊，各位哥姐们，你们有没有见过这个橡胶树啊？见过的打个见过哈，这个挺高啊，这个。哇哦。这个嘛，好几年了，十多年，二十多年了。你看我割的嘛，这个嘛也是割了好几年了。好几年了。几十年了。哇，天哪！哦，这个就是我们整的那个橡胶枕呐、啊、的原材料哈，是的吗？是吗？哦，那你家条件不错，条件不错。那你给我介绍一个能来这里的吗？可以可以，我给你介绍，我给你介绍。哎呀，各位哥姐们，你们愿不愿意来呀？愿意来的打个愿意来哈。来嘛，阿姐，这里坐一下嘛。嗯，在这里坐一下。坐嘛。行行行，我在这里坐一下。哎呦，这个阿妹太热情了，这个阿妹。来，阿姐，就是你来我家玩嘛，我们一般都会给水果了嘛，嘎。啊。这个嘛，就是我早上去摘下来的那个嘛，那个泡果嘛，嘎。不是，这个就不用给我了，你太客气了。那个，你要给我那个不是给，你要给我介绍那个阿哥嘛，我肯定是要给你一点东西嘛，嘎。哎呀，不用嘛，这个不用，你这个你还是辛辛苦苦背回来，你就不要给我了。不辛苦吗？不辛苦吗？不辛苦啊，我这个阿妹太热情了，搞得热情我有点不知所措了，各位哥姐们。这个嘛就是这个了嘛，就是啊、这个是。这不是柚子吗？我们那边的。就是、这个了嘛，你吃一点吧。哦，那你们这个你们拿下去卖的话多少啊？这个啊。啊。贵了嘛，这个。这个有点贵了嘛。我们那边也贵的。这几天嘛就是五块钱了嘛，因为雨水了嘛，有雨水了嘛。五块钱一个啊，还是一斤呢？五块钱一个嘛，肯定是。一个啊。哦。哎，不是，我没有听错吧？五块钱一个，哎。哦。我的天哪，你知道阿妹我们那边多少吗？多少吗？五块钱一斤。五块钱一斤啊。嗯、对。这种贵啊，你们。对呀、啊，我们那边真的挺贵的。你们怎么都好贵呀、啊？但是你们又很有钱啊。因为我们贵东西贵也贵，我们挣的也多嘛。你们都怎么挣嘛？我们这边嘛就。卖一些这些嘛，也是还是有一点了嘛，还是有一点的哈、哦。哎呀，还是大山好，大山淳朴嘛。我们那边嘛，压力也挺大的。能有什么压力嘛？各位哥姐们，你们觉得有没有压力啊？有压力打个有压力啊。但是我相信我直播间的叔叔阿姨们应该是没有什么压力啊。我们年轻人会有一点，然后年纪长一点的话没有什么压力了，因为退休了。然后我们那边的人还有退休工资呢。哦。嗯。就还有工资、啊、嗯嗯哦，我家爸爸妈妈们年纪大嘛，也是要去山上，还要继续干了嘛。哇，他们是住在上面了嘛，住在上面那个山了嘛。天哪，那你爸妈今年多大啦？我爸妈嘎，嗯，六十多了。六十多啦？因为我还有两个姐姐嘛，嘎，嗯，所以嘛，我就是不想出去了嘛。嗯，那你太懂事了，太孝顺了，确实是阿妹，你这个。我得好好的帮你一下，就给你找一个靠谱的这个上门老官给你。真的嘎，阿姐、嗯、那我就是谢谢阿姐了。不客气的，不客气的。那你一定要给我找一个嘎。嗯，好，因为我们村嘛那个阿哥你也是知道的嘎。嗯那个都是太少了。
然后确实是那个活嘛，家里面的活都没有人干啊。没人干。嗯，哎呦，你们，我刚刚上来的时候我就看到了很多年轻漂亮的小姐姐在那里干活，都没有看到一个男的，原来就是这个原因啊。嗯，那你吃吗？ 好的嘛，阿姐你吃嘛，这个嘛我们家天天都可以吃，天天都有是吧？天天都有了。哎呦，我们那边吃一个这个东西可不容易了。这样嘛，阿姐，哎，你都答应要给我介绍那个来这里的阿哥吗？啊，我给你一点那个我们这里的那个我今天搞好的那个山货嘛。好东西啊。好东西。哎呦，什么呀，我看看啊。